拂晓前的明月，哦，有章节名字啊。玩到哪了？协助中央进行工作。OK。要接任务。悪いな。这样不是。只要对丰饶之海进行调查就行了吧？打倒丰饶之海东部的魔物，东部收集物。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我要出动了。原来是怎么了？猎人聚集所要在外面。これ誰のなんだろう？什么东西啊？これ。赫蒙克鲁斯，种族名称。这一代好像会有一个主角是那个赫蒙克鲁斯剑士还是什么？开头出来，武器真的很瞎哎！这是饰品，这是铃铛，这是双剑。算了，怒出去。水箭不会动。右边是干枯。改めて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しかしどうしてまたお前が。あなたたちと一緒に行動することで私にもメリットがある。相互扶助。お前も何か企んでるってわけか。フォルテス兄様。そうやって人を疑ってばかりじゃダメよ。やれやれ。腕は衰えてないんだろうな。あなたに公開術を教えたの私。そうだったんですか？ええ。じゃあ無事ステラードにたどり着けたのもユリエさんのおかげだったのかもしれませんね。当の本人は帰れなくなったけどな。別に帰れなくなんてなってないわ。そういえばミルカはどうした？遺跡の調査ならあいつも喜びそうなもんだけど。あの子は来ない。来ない。ああ、そういえば中央に留学してるって言ってたな。いいえ、この町には戻ってきてる。じゃあどうしてる？で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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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ミルカさん、誰ですか？妹よ。妹。ユリエさんの妹ならきっとすごく可愛いんだろうな。いいえ、ものすごく可愛いわ。シャリー、行き先は北条の海だ。調査の準備を始めよう。はい、これでスニー様。好，老舍的名字啊，不会念。我靠，这代是三 D 哦。还是其实一张图误会了。一緒やってやるか。見たことない。記録しておこう。植物が何に使えるかしら。いや、それ見たこと。
难喝的水，真是神马翻译啊！気づいてない。今のうちに。やっ。这一代战斗系统感觉又简化了。どうかしら。等一下，我把他打我十几滴超痛的，我也没多少血。完了，不得发动一点，一百多滴的。我还打完一个幻灭团呢。有个夸张。私も成長したみたいです。有没有这么严重啊？有没有这么严重？这难度条难的关系吗？速攻のチャンスね。我掉掉大狙。止めて攻撃して。おとなしくなさい。どうした？超痛吗？キル。そう。那鸟看起来一点都不好惹，这就才刚开始就看起来快灭团了，完全没有补品啊！这是整人吗？これ初めて見るな。これ薬にもなるのよ。それ。想要采四个采集四个魔物，所以这边要全部打完才行。快跪哦，快跪哦！油断してるな、先制するぞ。剩一个卡夫而已。よく狙って。啊，只打一局？哪里？哦，三角就是看。能力值而已。おとなしくなさい。超弱的嘞。せこてしやめだ。小吗？靠二二滴，好少，崩溃啊！你最好会挂。全力で行くわよ。哎，我按错了。どうかしら。影なしです。你这盲躺。全力で行くわよ。行くわよ。太惨了吧。キル。どうした？俺もまだまだだな。不过还是会升级，就是，还是有经验值。私も成長したみたいです。また目標。この系。使用炸弹三次，哦，这是特别课题。咦，不对啊，我只能用两次。突然想到，没有了，崩溃啊！これ
这教学观真是一点都不人性化，很多人会打到这就灭团的，怎么办？油断してるな。先制するぞ。このままじゃ。就只能一直自杀了，知道吗？少し黙らせる。根本打不赢啊，感觉这样都打不赢。ここが正念場だな。さあここからだ。一気に決めてやれ。对啊，根本打不赢，好不好？啊 ，MVP 了。どうかしら。好呗。看来知道生怒阻挡了。瞬间，新手关就给我了。他让我死掉，只是日期增加，然后只是日期增加而已，就不会有什么坏处，表示应该可以做东西了，应该可以吧？这是神经病吧？照打的一样。どれを調合しようかな。不行啊，什么都不能做。材料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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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どれでし。这是难度开的更整人吗？你开我玩笑就对啦。你这是太开玩笑啊。还有一个缺点是他的事件不能跳过。这是非常严重的缺点。他没有快速跳过头。博专再玩一次，我看也是一样。怎么会有这么难玩的游戏呢？教学官没做好，他应该是没想过有人第一轮就玩难吧，就变成不太合理。一気に攻めるぞ。行くぞ。影なしです。全力で行くわよ。どうかしら。一気に攻めるぞ。どうした。影いや痛死だな。私たちの勝ちです。油断してるな。先制するぞ。哦，这代简化，上代位置全部移动，全部不做。行くわよ。どうした？どうかしら。哦，他被打晕了。全力どうかしら。二輪完了ね。哇，不要冲过来。有靠。算了，就这样吧。気づいてない。今のうちに。危ないですよ。おとなしくなさい。おっさんや。
被打 boss 会下降。行くわよ。逃跑啊！神呐、啊，想要逃跑。どうかしら。任務完了ね。私たち。この。変わったの見つけたよ。何にも役に立ちそうね。拾えるものは拾っておいた方がいいわ。他一样在那个采集点的时候不能存档，很合理，非常合理。究竟打不打得赢呢？就看这一战，打不赢就逃跑，不能玩。崩溃，没道具。他技能一点都不强啊，因为属性的关系吗？大概就稳了，十六滴。到底在干嘛？崩溃！一通り見て回ったな。哎，我东西还没捡。すごい。どうしたシャリ？世界にこんなところがあるの？温室的花朵，你没出过家园的大小姐。世界は広いのよ。それに謎に満ちてて。本当ですね。シャリ、大丈夫じゃん。大丈夫か。そのうち慣れる。私も最初はそうだったから。はい、一回就很酷じゃん。ユリエさんの想像を超えたものを目の当たりにすると、人は謙虚にも大胆にもなる。あなたの使う錬金術も同じ。調査と錬金術がどう関係してるんだろう。錬金術には。想像を超えたものを生み出す力がある。いつかあなたは自分の力の強さに気づいて高ぶる。でもすぐにその力の価値に気づいて怯えるわ。じゃあね、そうじゃ。私には錬金術の才能はないけど、似た力を持っている妹を見ているとそんな気がするの。哦，他妹妹是去中央学习炼金术是？不是新炼金术，不一样。戻りましょう。ソウルが待っているはずだ。あ、就这样回去？哦，没有，差点就崩。哎，这做坏了吧？这样点就回来了。哎，这一代时间不会前进吗？不合理吧？采集正常是会让时间前进的，这代难道没有？我看不到时间条了。嗯，以前是你踩很多点的话，可能会前进很多天。还是这代之前不跟你讲，这样吓死啦！嗨，哎，変わったの見つけたよ。黄大草。砂？砂？こんなもの何に使うの？あらかた取り終えたな。よし、次に行くか。先回家吧，身上没什么东西。次はどこだ？根本打不赢。在外面存个档好了。全部东西掉到仓库里，嗯，玩错了吗？
那小人还是蛮可爱的。嗯，拿萝卜多。嗯，拿萝卜。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非常に興味深い報告です。想定した以上によくできた調査報告でした。ははは、カオペ。実のところ、さして期待してい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ね。其实我没有办法很期待。ジョーちゃんやるじゃねえか。この数はなかなか堅物でな。そうそう人を褒めることはねえんだ。どうだか。そうやって都合よく俺たちを使おうとし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か。邪推はよせよ兄さん。あんたらの腕は確かだ。これからも頼らせ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っている。じゃあ。シャリステラさんにコルテスさんでした。あなたたちはこの仕事に適性があるようです。適性か。もちろん、それに見合った報酬ももらえるんだろう。ええ、もちろん。あなたたちの力があれば、この地域の研究がはかどることは。但没那么简单呐，要做很多很多事才会给你好处。これからも組合に力を貸してください。女主角是村子里面缺水，因为番开始干旱了，所以才需要资源。私ども中央の方で、那这里要求帮忙。より詳細な調査を続行中です。变打工这样。こちらにより適切な人材を手配しました。あなたたちのサポートに入る予定です。派遣了更适任的人选来。より適切な人材。人材ですか。環境調査のベテランです。なんと言えばいいのか。お、本領确实很高超的领主之类。他是上代主角吗？腕も。あ、は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腕はいい。本領超高，听起来很吊诡，为什么？是否进行原野视线的教学？哇，好了好了，教我一下嘛。进行战斗，采集量会增加。哦，采集量增加之后会翻事件。哦，对对对，上一代就有了。では皆さん、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靠背中又是自己。任せておけ。終わったらキラキラ欲しい。就是你可以拿东西跟他换。呀，可愛い。哦，他只是让你自动补充装备而已，后面他会有新功能。回到船上吧。哦，有工作了，立即交付。但是给他难喝的水啊，还用问吗？反正他没有特殊酬劳啊，对吧？这一集大概就没有了，就是给他烂货就好了。食用兔，通草的交付，驱逐食用兔。准备通草，哦，魔法草的交付。速度，但怒拳接啦。哦，左上角那个是代表现在有哪几个任务？哎，靠，我过不去。对啊，他只是个路人。ソウルさんって悪い人じゃなさそうだけど、やっぱり緊張する。まあ一応評価は上々だし。另外一个シャリ。様子を見ながら。另外一个主角。いけば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シャリ。シャリ。干嘛要是？接待主角两个了。两个命中是夏利。哦，他就是米卢卡。びっくりした。私が読まれたのかと思いました。そんな偶然なかなかないって。
真的同名，哎，不同。嗯。音一样啊，应该这样。哦，还是说其实他们是请这两个帮忙？卡，超屌的啊！真是。デオジ、ただいま戻りました。おお、お帰りなさいませ、ジョー様。マサジョー様。構いませんぞ。それよりも今回の趣味はいかがでしたかな？というわけで、しばらくは。この町のために調査の手伝いを続けたいと思うの。なるほど。何はともあれ、成果があったのならば良かったではないですか。ごめんなさい。村が大変な時に他の町を助けるなんて。調査は他人の協力を得るためにはまず信用してもらわねばいかん。相手の名前をしっかりと聞いて手助けしてやれば。いずれ我らの問題にも耳を傾けてもらえることでしょう。そうですね。ただこのままだと力不足なのが気になるな。近場だけでなく遠くの調査もできるようにならないと、いずれ行き詰まる。俺も鍛錬する時間を増やさないと。全然鍛錬するかもな。私も錬金術をしっかり勉強する。もっとみんなの助けになるように。しかし、調査をする場所というのはそんなにあるものなのかね。この辺りのことはラウリやユリエが詳しいはずだから聞いてみよう。そうですね。黄昏の海のことを調べながら錬金術の技術をしっかりと見つけて町の人を助ける。村を救うためにはちょっと遠回りかもしれないけど、一歩ずつやっていかなくちゃ。我らも手助けしますから安心してくだされ、ジョー様。安心ください。ああ、お前はお前のできることをやれ、シャリシャリ。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进入行动完成期间是否进入教学。哈，教一下教一下，上网应该知道了。哦，故事进行个段落之后，其他想做的事情。要推进故事，请完成正中央的课题。右方出现数值合计100以上。正中央以外的生活课题虽然和故事进度没有直接关联，但完成后干劲会上升。三小，干劲上升有正面影响。哦，所以这台到底有没有时间限制啊？之前游戏麻烦的地方是因为会有时间限制。这台好像真的没有日期耶，我突然想到好像真的没日期，可是我觉得没日期很奇怪，就少了什么的味道，就做难的东西跟做简单的东西就不会有感觉。以前是因为有天数限制，所以做难的东西可能就会崩溃这样，因为要浪费很多时间。算了，先存档。这次中文版好像有送一些，就是有参加粉丝团按赞就送 BGM， 看一下要换什么。可更换工坊的背景音乐，出处下里的炼金工坊。哦，变我可以选其他的，哇，好多旧歌啊。大城之三小，我看的是几十年前游戏都没玩过啊。哦，就这个，就这个 BGM 包，这是送的。类型战斗，这才是攻防，好欢乐，太欢乐了。按下应该比较好听哦，真的真的真的好怀念，好怀念，突然有怀念的感觉了。
的 version， 好，原本是会唱歌的吧？歌被拿掉，就是声音被拿掉，只剩曲而已。对不对啊？这边有歌曲。这主题曲。唱歌的部分都被拿掉了，哎，不用，还在啊。玛丽和艾莉超久了，对，有。托利 OP Edition、哦、超怀念的，哦，你可以改变那个歌，好怀念的好吗？可惜你在，它主要是就是你在合成的时候会听到那种歌，怎么又这个？上代就出现了，不，上代很年轻，上代萝莉，这代变，这代变少女了。他开始骗人了。卡朵拉，拉奇卡。挖屁呀！他什么都没说、啊。要装可怜的。我觉得现在这样很奇怪，就没有很感动。以前那个小萝莉比较那个。卖都是一堆垃圾。可是上代就是最特别的东西，要在这才买得到。这种电动是这样，就当做被骗一次，稍微看一下，感觉比较收敛一点。看曼南喝的水三小，哎，有卖通草，哎，哎，限量甘草，先买就够了。通草买一些。难喝的水啊！怕钱不够。哦，有书啊！我都忘记要买书。这样最贵的那本买不起，算了。晚点再赚钱。难喝的水应该不需要。哦，左上角会告诉你，现在两个任务是完成的。因为刚那个通草直接去商店买就可以回报。
但是讨伐兔子，怎么看都不像兔子啊！食用兔。Yes。使用三次炸弹，然后已经使用过大量炸弹了，在战斗中使用两次日用品。哈哈，他的任务是使用了三次炸弹，然后要使用两次日用品，讨伐十个动物之后，要打败三只猛兽。看这个任务名称很烂。和镇上人交流一下吗？我是要和路人讲了。买东西来转换心情，可是我已经买了、啊，为什么没有？在商店消耗100克隆以上，我已经消耗了。哦，还是说是已完成的事情？没有完成度零哎，干做坏了。走遍风老是海，干做坏了啊，这游戏。表示我刚刚应该还没开这个东西，我解完任务之后才开的，不对。我跟路人讲话，我忘记了。瞬间达成嘞，好瞬间哦！反正我等一下买那本书就也还是会爆。好像已经瞬间达成是不是啊？真的是瞬间达成，好难啊！正外。前面是主要街道，还有你说我也知道，还有另外一只，就这样啊，这三小啊，主角船上，沙漠，旋转镜头一样，看书。第一次做料理就上手，第一次进行加工。
ようかな。日常版知道吗？材料はどれにしよう。これでいいこと。仕上げに移るよ。やった、完成。レベル真的没有日子了。新スキルを覚えたよ。时间完全被拿掉了。几级啊？五级。材料はどれにしよう。面粉。材料はどれにしよう。材料はどれにしよう。材料はどれにしよう。有啊。材料はどれにしよう。これでいいかな。あ、始めよう。好。传送排列组合游戏，属性能力强化，个数增加，哦。啊，又变简单了，还原效率，加死减死，材料の熟成値を上げるよ。前面应该没用，后面才有用。这整个炼金系统又改了。これで、始めよう。どうなるかな。これで仕上げに移った。完成。レベル新しいスキルを覚えたよ。材料はどれにしよう。これで始めよう。材料の力を引き出すよ。属性增加，哇，这火增加。これでいいかな。仕上げに。やった！完成！レベル。新しいスキルを覚えたよ。材料はどれにしよう。材料はどれにしよう。投入顺序为二的时候，哦，哎，奇怪，那为什么顺序我不能换？哦靠，原来是这样哦，靠呗！增加属性，材料的属性，靠呗！便利なスキルを使うよ。効力を上げるね。是这样子哦。这样动作
东西不会变好，没意义。刚明就没有减少成本，哦，这是多的。没差，就加四个米，1.1都没有，超弱。哦 ，cost 不能爆，原账也不需要，时速增加。减少到底是好处还是坏处是什么？强化属性没意义啊，因为都破不了那个数字。还好，就这样而已哦。这样了呀，他现在才要教，我已经用完了，看一下教学好了。变得可以使用内涵的属性之技能，技能要放在材料有空位的技能栏上面，技能亦有属性，如果要使用的时候必须要对应的影响属性，影响属性会显示在材料的右下角。哦，要有对应的属性才能用。材料使用技能所需要的空格栏会依照材料各不同，有些技能需要的复数栏位。还有你说，早就发现了好吗？调和食品吧，也够了。继续调和吧。靠散步来追赶我们散步也行。哦，他还告诉你镇上水源可以采啦。利用调和发现潜力很大，恐怖。就是有一个东西在调和的时候，那个数值比较薄，才会有潜，才会看到它的潜力。再做个药膏好了。反正没有时间限制，就随便买，开心。啊，等一下会有水的问题，先拿水好了。哦，城镇也可以有另外一个音乐，通常战斗。通常战斗是这样吗？通常战斗的 BGM， 哦，所以其实我可以把通常战斗的 BGM 给换掉了。
这太欢乐了。哦，这也好怀念哦。建议走前面那条路，走在奇怪的地方，小心沉下去。我没开过的地图会那个，会看不，会显示没看过。タルですね。タルですね。每一代都有。因为他不猛，每一代都是会猛一下。这是飞在空中的船呢，其实是飞在空中的船。タル。タルですね。
会所总部，不对，那我们来过了吗？传世镇外，咦，镇外是那个啊？欸，那直接左转到底是什么？啊，广场。不一样的音，只是个塔路就两个音了。交谈三十次，然后，然后想干嘛？哦，所以交谈三十次是隐藏的，哎，鸡巴哟！逃三十次之后讨伐魔物时，莫名其妙。所以有好多隐藏的雪特。放屁！欸，我还没有看到那个水井，有在镇上的水源。哦，采集点。Yes， 到。Yes， 到。他什么只能采一次？要到，咋想？水很贵，好吗？是不让你一直采。看回来会不会有，回来会有就崩溃了。不要在那边刷，很好，果然没有，因为前几代就没有了。どれを調合しようかな？材料はどれにしよう？想看一下。材料はどれにしよう？详细内容。哦，用的是格子树。これでいいかな？始めよう。これでどうかな？便利なスキルを使うよ。哦，效率可以变好。次はどこだ？決めてくれ。あ、他告诉你委托可以在哪地方解。没办哟。还说医药在那个上面。
对，这单没有日期了，竟然没有日期了，那很多道具就都不能用了。风老之谷，风老之海，大树广场。哎，反正没有时间限制的嘛，那就可以随便玩啦、啊，超爽，爽翻天了，爽到翻天了。いろんなものが手に入るといいんだけどな。那这代是真正取消，上代是伪取消。何に使えるかしら？気づいてない。嘴巴说取消，其实没有取消的。キリ。他前奏也太长了吧，老是跑掉啊。秋晚其实都没有combo到，后面还有插系统，刚要唱结束了。速攻のチャンス。やあ、キリ。どうした？どうかしら。どうした？全力どうかしら。もう最悪。全力キリ。怪我はないか？お疲れさん。全部です。この経験。不知道我是不是用什么？加40D，好 OK 啊。加35D还 OK 啊。我可以打王了，发现遗迹，分头采集。现在打强敌，我怕打不死，大家看吧。三级，无数的敌人，成群的魔物。六级会打不死吗？三级开始好了。这是个三级，不要这样好不好？始めるよ。不靠边了，有点强，我吓着了。他们站得很分开，好贱哦。Position。weak 他要特别讲是弱点。おとなしくなさい。哦，打不赢啊！有点太强了，都没有弱点。就这样一直普攻下去吗？这样对吗？我用技能加比较多，真的用技能加比较多。まだ終わりじゃない。这种是要让自己 burst 对不对？这游戏的重点看就这么简单。危ないですよ。全力で行くわよ。大人の拝見を。手加減なしです。自分で使います。一気に攻めるぞ。せっこて調べだ。おお、好像没有很痛。手加減なしです。Yeah.
全力で行くわよ。どうかしら。他不是。任せてください。一気に攻めるぞ。どうした？不得站起，太夸张。36力他应该打不到。瞬间手刀就吃完了。哎、欸，星星是怎样？他、啊、头上有星星可以干嘛吗？还是以后才行？现在看来没什么特别的，没什么按钮可以按。这头上有星，但还没满。行くわよ。クソソ。キリ。え、靠、还有啊！我吓到了，最近打不赢啊！我直接吓到了，还500滴耶，我没看错，一定打不赢，逃跑。逃不了。哈笑。太好笑了，打不赢啊，怎么样打不赢？图鉴说明。赶紧。战斗基础破坏哦，破坏是哦 ，break， 但破坏好像也 OK。爆发，幻影，次はどこだ？決めてくれ。哦，结束本章节，进下一章，没问题吗？否？是否要确认道具？否？并且进入下一章。哎、欸，真的都不见了。
必须先做而且不做不行的目标。可是我很多人都没有完成啊。没有到满。复杂。哦，我看你们在回来。次はどこだ？決めてくれ。我知道现在好像有点累了，但想回去。走遍风浪的海，我要先踏破。上一代叫踏破，这代叫走遍。気づいてない。今のうちに。あ。行くわ。おっさんや。へい。キル。那普攻的名字就对了，很多人。The kill. Nin, 完了呢。私も。呀！気づいてない。今のうちに。嘿！行くわ。好短，准备要开始唱歌就结束了。太短了。どうかしら。这还没，连前奏都看不到。旧的，系列最新。中文版是12月才出的，差半年了，对啊。所以到底算不算新呢？算。以中文版来说算是分头采集，どうしようかな。总是特产。見たことない。記録しておこう。みんなで協力して集めましょう。这啥没看过。油断してるな。先制するぞ。Weak。行くわ。おっさんや。战斗系统变简单了，有点伤心。哦，这是爱一下的下下步了。爱一下是黄昏三部曲第一部啊，这是第三部，夏利的炼金术是第三部嘛。一気に攻めるぞ。中间还有一个逻辑和逻辑和什么？全力で行くわよ。名字有点难记。怪我はないか？お疲れさん。至少三部都有中文化，很感动。至少现在被光荣买下来，是做中文版。
人是很好，就没有办法了。只能说是没办法了。不过他跟艾夏其实还算还算接近吧，可是好像都同一个人设，不是吗？还说其实艾夏那时候就已经其实没什么兴趣了，这样。速攻のチャンス。止めて攻撃です。百合有这种难得对哈哈，我觉得还好啊，之前前一代的大叔都很帅 啊你知道我们玩过，那玩过前面就是那个托托利和罗罗娜，那个时候那时候就很帅的大叔，一开始是青年啊，只是最后因为代数的关系越来越老，变大叔，四十岁大叔，整个就真的很帅。止めて攻撃です。全力で行くわよ。行くわよ。一気に攻めるぞ。どうした？我最菜。全力で行くわよ。行くわよ。影なしです。どうした？我冷到女生都加入之后，应该队伍都是女的，没有？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吧？また目標に近づいたな。其实这位就还好了，面帅。この経験活かせそう。御姐系。これでいつもと違う雰囲気を感じるぞ。どうしようかな。加工品、中間材料、小的、小的是什么？就小的啦。小心翼翼。変わったの見つけたよ。我小心翼翼。これ、古い錬金術の道具だわ。有没有放那本？艾夏这个大招哦，没有，艾夏还有另外一个猎龙的、啊，猎龙的猎人，和一个大叔。どこに行こうかな。我、哦、靠，原来还有北部、啊。哎，对啊，所以现在这一代，现在这一代真的没有日期了。对啊，他完全没有时间了。不要嘞，我才不要去下一张。是否要确认？どれを調合しようかな。消炎贴布，我喜欢贴布啊。材料はどれ？材料はどれにしよう？これでいいかな？始めよう。那条可以完全换了，看不懂，看不懂，看不懂。便利なスキルを使うよ。慎重に、慎重に。欸、他不是食物。这是个排列组合的游戏。这不是战斗游戏，其实战斗很重要啊，这游戏在战斗很其实很重要。如果你有下载 DLC 和玩最难难度的话，其实战斗还蛮……主要是因为它后面几代艾夏系列之后难度降低很多。如果你有幸玩到前面前三款的话，就是亚兰朵的炼金术士系列的话，就有知道那前几代的战斗就很难，而且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如果你不是用继承的话，就真的很难玩。战斗还算游戏的主要吧，其实战斗、炼金两个都还蛮重要的、啊，不
然只有炼金做出来的东西不是要拿来战斗的，你是要开模拟店吗？有一款游戏是把你做出来的东西拿去卖。做道具，どこに向かうの？嗯，奇怪，为什么？哦，北部是没来过吗？还真的没来过。兔子脚，那怎么看都不像兔子脚啊！开玩笑。油断してるな。先制するぞ。キリ。一开始比较空虚啊，一开始就一直按圈就好了。虽然我难度挺难的，但是。どうか。おさや。あれ、や。全力で行くわ、行くわ。哈哈，丢道具。哈哈，差不多啦。全キリ。再爱一下的话，的确是这样没错。他的下一款的话，好逻辑那款的话，是因为上场有六个人，这有差。不过毕竟主角是炼金术士啊，所以主要还是丢道具。只是上个代是因为有六个人可以出场，所以变成。六个人轮流攻击，哎，应该是五个人轮流 combo 之后，然后就他有 combo 系统啊，他是 combo 到最后一个之后才丢道具，会变成特殊道具效果。发现是少数。魔法草。どうやら希少なものらしいな。誰が見てもわかる。速攻のチャンスですね。どうかしら。行くぞ。哎，干嘛？音乐都还没开始唱就结束了。速攻のチャンスね。もう狙って。大人の背景。哎，夏莉。艾夏，艾夏，哎，艾夏有零卡了吗？艾夏也有零卡了，是吗？零卡也是 OP 的角色。どうした？手加減なしです。他主要其实战斗靠道具和必杀技吧。玩到后期就是大家在看必杀技，在看必杀技。前期很空虚啊。油断してるな。先制するぞ。キリ。どうした？任せてください。キリ。ヘイ。我走到之后几单，因为难度下降，爱下开就变成低年龄化，变很简单。测一下道具，二十滴中，烂爆。烂翻啦！
安かな。洗澡素材便利。これは。这个找一些特别的东西。海底电灯。昔のものって見てるとその頃の様子が目に浮かぶようで楽しいよね。这张就叫做哦，对啊，对，爱下死啊，没错，是的，没有错。这就是黄昏系列变简单的原因，所以我很伤心。他以前其实很难，可是因为之前太难了，你要达成完美结局更难，所以从爱下开始才变得很简单。也不是说很简单，就是有比较简单，其实变很简单，真的很简单。爱下是我唯一就一轮然后就白金的，看一下攻略之后就白金了。哇，快一点了。准备睡觉，看一下我任务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任务不是要打怪吗？哦，再来就是哦，对啊，没错，战斗。那你也需要花一些时间在玩那个炼金系统，才能做出好装备。那也会间接影响战斗了，多多少少。哈哈哈！不要这样，妹妹变村民好吗？没有办法，就这样了。太阳村民，噗嗤的笑了。お待たせしてた品物揃えておきました。何を？买书。これ、はい、マイドリです。マイドリ。も。道具店恐怕你没有办法啊，不是比较正就可以加入的啊，是要看制作人员喜好啊。我也很无奈啊。我应该进到下一章节。どれを調合しようかな。工具道具。我这来改好多、哦。宣传问题，那只能说是工作人员的问题。他们的喜好跟大家不同，这样，没有办法了，整仗了，算了，我要趁档了，要睡觉了。睡觉了，就这样吧，晚安。